1874年5月14日，北京紫禁城突然发出一道皇帝谕令，谕令快马传递给正在福州的船政大臣沈葆桢，紧急通报了日本武力图谋台湾的消息，明确指出台湾生番地方本系中国辖境，岂容日本窥伺，并且着沈葆桢巡阅台湾，不动声色，相机筹办。对日本的图谋之心，沈葆桢早有警觉，眼下国家紧要关头，自己苦心经营8年的船政已经拥有15艘自制军舰、6艘外购军舰，而船政学堂培养的学员们也已是一批能造船懂驾驶的青年才俊，蛟龙已成浮波之势，此时不用更待何时。1872年深秋的一天，日本横滨的某个秘密场所上演着一场交易。日本外务大臣富岛重臣正设法高薪说服刚刚卸任的美国驻厦门领事李先德，要他协助日本谋取台湾。李先德任职期间，因赴台解决美国商船罗发号船民被杀事件，对清廷管理台湾以及台湾南部原住民情况都相当了解。见李先德尚有犹豫，副岛大臣亮出底牌，如果接下来顺利占领台湾，李先德甚至可以代表日本出任台湾总督。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要成为一个强国，他很清楚他的本身的资源或者他的领土是有限的，所以他要积极的所谓对外扩张。那扩张的途径不外两种，一个就是所谓的真韩论，就是以朝鲜半岛为跳板然后向所谓的西方，就是他们以日本的观念是从向西边，以向朝鲜、向中国的华北或者是满蒙这一带做侵略。那南进就是以琉球为跳板像台湾或者更南的地方做侵略。早在公元1372年起，海上岛国琉球就由中国明朝太祖皇帝命名和册封，成为中国的藩属，此后常年向中国进贡，并一直使用明清的年号纪年，所有文书及自传正史都用汉文写作，就连都城宫殿的宫门也都朝西而开，表示归属之意。史册记载，自1372年起至19世纪70年代的500年间，中国24次派出使臣前往琉球册封。册封州每次前往琉球，必定先经中国的钓鱼岛、黄尾屿和赤尾屿，过了黑水沟，先到古米山，这才进入琉球边界。17世纪开始，日本加快对外扩张步伐。1609年，日本萨摩藩藩王侵略琉球，俘虏琉球王，迫使琉球同时对日本进贡。1872年9月，又强行将琉球国改化为日本的琉球藩，要求琉球国王上泰离开琉球，前往东京居住。1871年11月27日，一艘琉球国宫古岛民船遭遇风暴，漂流到台湾屏东八窑湾，因语言不通产生误会，船上54人被当地排湾族的高氏佛社成员按照出草猎头的传统习俗杀死，史称牡丹社事件。这一事件让日本如获至宝，既然琉球已是日本属地，以保护琉球人为名
进占台湾，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担任未来台湾总督的许诺让李先德终于心动，他随即建议日本可以借助所谓台湾南部藩地无主的说法直接出兵台湾。凭借李先德提供的台湾地图照片和山地原住民各藩社的分布情报，日本内阁于第二年精心制定了台湾藩地处分要略，日本出兵台湾已然箭在弦上。1874年5月6日，日本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领3600名日军，分乘舰船由长崎港出发，在李先德的引领下奔袭台湾。5月10日至22日，日军在屏东一带强行登陆作战，杀死众多原住民抵抗者。随后以龟山为基地设立都督府，修建营房等各种生活设施，意图永久占领台湾。日军悍然侵台的消息传到紫禁城，前不久还在激辩是否停办船政的议事大厅忽然安静下来。文武官员们心知肚明，大清国国力渐衰，眼下唯一可以跨海御敌的也只有刚刚成立的福建船政水师了。1874年5月29日，清政府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大臣，办理海防，监理各国事务，明确沈葆桢巡台期间拥有特别的军事和涉外权力。沈葆桢心中明白，失台湾则失东南门户，台湾必保无疑。但眼下大清遭列强虎视，对日策略应是摆出决战态势，以不战而驱敌为上策。1874年6月14日，沈葆桢、福建布政使潘蔚以及船政监督日益格等率领福建船政轮船水师安澜号、福波号五艘战舰，在福州马尾港生火起锚，前往台湾。随行的有刘步蟾、萨振兵、严复等船政后学堂驾驶专业毕业生，以及魏汉、陈继同等前学堂造船专业毕业生。这些20来岁的青年首次驾驶自己建造的蒸汽战舰投身到保卫国土的战场，尽管鳞甲未丰，中国第一代近代海军却也如同幼龙出海，初次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6月17日，沈葆桢抵达台南安平。放眼望去，此地一派萧条荒僻，民舍低矮破败，道路泥泞脏乱。痛心之余，沈葆桢立刻召见清朝驻台官员联合布防。几天时间，台南府附近的安平、东港等地首次架起了随船政舰队运来的西式大炮。随后福建船政水师济安号兵船运载12尊洋炮和40000磅火药，连同数百名炮队士兵抵达台湾。远在京畿之地的李鸿章也应沈葆桢请求，火速派遣配备新式快枪的精锐淮军6500人驰援台湾。他当时采取的策略有弃倭跟武官的并重，弃倭就是巡台吧，
啊，武藩就是制裁吧，是吧？他是并重之列，他认为了孙藩杀人这是我们中国内政的事情，是吧？你日本无权出兵，也更不能侵略中国，啊。另外呢，安民告示，就是跟这些头人呐、啊，啊，藩社的头人呐、啊，建立一种关系，就是说我们会通过这种关系来帮助你们，是吧？所以很多这个藩社都规划了。是吧？而且表示说今后要善待海难的人。8月19日，日本全权谈判大臣大久保利通出使清国，谈判争执数日未果，但天平已经渐渐朝着有利于中方的方向倾斜。中国的当时福建的船政舰队实力是远远高于他，而且日本在台湾当地还遇到了瘟疫。这时候日本人怎么办？这他就开始，就是选择了，就是按中国，就中国你给个台阶吧，我就下去了。在英国斡旋下，中日双方签署了《北京专条》，规定日本迅即撤出台湾，中国则给付所谓琉球难民抚恤和日方修路建房补偿款50万两。至此，日本首次谋取中国台湾的企图以失败告终。这个本身就是对船政学堂最好的褒奖，说明你把这些不会开船的孩子们都带出来了，都能开船了，而且都能够按照你的要求把这个系统运行起来。日军退去，沈葆桢和他的船政舰队却没有走。面对大清国孤悬海上的这块疆土，沈葆桢此刻已经有了更深的情感与抱负。把一块处女地怎么样给它做一个完整的施政的建设，我觉得他似乎是感觉到这是他一生当中一个可贵的机会，他可以去施展他的抱负。他尤其认为说台湾的地位非常重要，所以福建巡抚根本就应该派来住在台湾，所以后来叫做福建台湾巡抚，以前叫福建巡抚，后来有一阵子称福建巡抚，福建台湾巡抚，半年住台湾，半年住福州。鉴于遭日军登陆的台南廊桥地带完全没有海防，沈葆桢专门命人修筑了炮台城防，让廊桥半岛从此有了坚固门户，并颇有寓意地将这一带改名为恒春，单独设限。他把台湾的行政区划也做了一些改革，一府四县三厅变成两府八县，啊，然后这个整个行政区划让台湾的经济重心在1860年之后慢慢的从台湾的南部啊往北部移。此刻的沈葆桢很像一位老道的渔夫，稳稳的将面前纷乱的渔网提纲挈领条分缕析，在奏请批准增设台北一府三县，协调南北部统合发展之后，他重点开始着手经略台湾的第二步，开山抚番。台湾岛内山地险要，少数民族藩社大多居住在中南部和东部山区，各部落之间以及与沿海汉族之间彼此隔绝。沈葆桢深知路通则人通，人通则民生经济与海防诸事皆通，他迅即责令福建驻台水师19个营兵分三路扎营山地，开山修路。在台湾年轻一辈都喜欢爬山，一些横贯公路八关古道都是在那个时候打开的。我们这个苏花公路的前身，南回公路的前身，还有今天的新中横公路的前身，都是在他那个时候啊动用官兵人力啊把这个道路开发啊完成。所以沈葆桢对台湾的建设是开这个开先河。
台湾图书馆至今珍藏着一本沈葆桢当年亲自为原住民编写的教材《训番礼言》。路修到哪儿，沈葆桢就将学堂教育办到哪儿。山地各番社的成年山民和孩子进入课堂，开始认字、读书和算术。在这本教材中，他们知道了在家孝父母，有兄当敬兄，有弟当爱弟，男女当有别的华夏伦理道德，知道了鸟兽有毛羽，人当有衣冠，脸仪常洗净，日日不可见的文明生活方式。这幅有别于中国传统地图山水画式画法的地图，是台湾第一幅以现代测绘技术完成的有比例尺的城市街道图。地图下方用法文标记，法国军官日益格与杰汪达率福州船政学堂学生于1874年至1875年间所测绘。以现在的最新的台南街道的图跟他比对，他们的精确度非常高。简单的说，那个时候的船政学堂的学生，他们画这些图是真正科班出身，而且准确度相当高，就是已经他们的学习的水平已经至少已经到达那个时候的绘图的一般世界的水平。此外，船政学生们还独立完成了台湾府城并安平海口图，这是台湾最早按照万分之一比例尺绘制的珍贵地图。在这张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船政学生们的名字：魏汉、郑清莲、林庆生、郑成、陈兆敖、林日章。要离开台湾之前，突然接到北京上谕，就是皇帝的来的命令，说要福建台湾的地方官员把这个地方的民情风俗画图解说给皇帝了解。沈葆桢呢就把要画台湾原住民的这个图的任务呢揽下来，就叫他的这些就传统学堂的学生们去负责画这个图。这些详细描述台湾各少数民族状貌风俗以及山地特产的特殊地图，是船政学子们跋山涉水走遍台湾历时半年多绘制的，从中可以看见晚清汉民族对台湾原住民的多元认知。而船政学生绘制的这张台湾全图已经附有经纬线，并且以北京为本初子午线。这批36番俗图和台湾全图一道，现在收藏于北京故宫。清国景是船政学生在台湾留下的另一处现代化印记。沈葆桢深知煤炭是海军舰队和工业的命脉，为此他将原先零散开采的基隆煤矿改为官办，并派出船政潜学堂第一届毕业生池真全、林日章、林庆生等人参与筹办新煤矿，引进英国技术设备，使之成为中国近代第一座用机械采煤的现代矿井。沈葆桢啊，他们的师生啊，通过学到了知识，对台湾的现代化建设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工矿啊，这个电信电报啊、造船、翻译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成为了台湾近代化的最早的一批技术骨干啊，对台湾的近代化呢是奠定的基础。1874年7月，
沈葆桢带领他的学生们在台湾淡水一带的海滨走了好几个来回，踏勘台湾淡水通往福州川石岛的跨海电报线路。电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进入中国，与那些责怪电报电线是洋鬼子奇技淫巧的保守大臣们不同，沈葆桢早在赴台前便深知这滴滴答答的小玩意儿的厉害。他多次在与李鸿章的通信中谈到，大陆欲与台湾消息长通，断不可无电线。电报人才的培养也在这个时候纳入沈葆桢编织的台湾之梦。一年多后，福建船政学堂附设的电报学堂开学，这是中国第一所电报学校。到1882年，电报学堂共培养出专业电信毕业生140人，他们后来分别被派往包括台湾在内的各省从事电报实业，成为中国近代信息业的奠基人。1887年7月，一群福建船政电报学堂的毕业生乘坐福建船政飞捷号抵达台湾，开始在台湾海峡布设海底电缆。一个多月后，这条长达117海里的跨海电报电缆布设完成，并于10月11日开始传讯营业。这是中国人自己设计铺设的第一条海底电缆，台湾海峡之间从此有了一条现代文明的脐带。海底电缆的建设啊，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在我们过场的电缆啊线路还没有开通的时候，沈葆桢跟他的后人已经在台湾建成了，所以以后呢，台湾的消息非常畅通，这也是宝岛台湾啊迈出的这个近代化的很重要的一步。等于说，在牡丹社事件之前，大清王朝对于台湾基本上是消极的制裁，啊，为防台而制裁啊，并没有一个非常积极的有效率的作为。那1874年之后，从沈葆桢，然后后来的丁日昌啊，乃至于后来刘铭传，等于说在自强运动后期、中后期最优秀的一批人才啊，干才啊，都派到台湾来，使得台湾在整个自强运动中后期的现代化的历程里面啊，是领先内地的啊，而且有非常长足的一个进步发展啊，奠定了台湾现代化的一个基础。380天，这是沈葆桢担任清政府巡台最高长官的时间。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很短，但沈葆桢却从此开启了台湾近代化的大门。台湾著名史家连横在《台湾通史》中评述：西江增利，开山抚番，以立富强之基，沈葆桢缔造之功，故不委于。1874年的日军侵台事件让国人颇感震惊，原先嚷嚷着船政米费太重，形同虚号，应予停办的内阁大学士宋进等人，此刻也闭上了嘴。大臣们仿佛一夜之间集体意识到，曾经的区区海上小国日本，居然开着几艘军舰就明火执仗谋取台湾，今后必是海上大患。一时间朝野上下情绪激愤，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海防大仇议就此展开。
此时从台湾返回福州的沈葆桢正面临一个新的困境。由于中法两国之间的五年合同到期，法国造船设计师和技工都已悉数回国，从国外进口的造船关键物料一时也已接应不上，接下来的船政该如何是好呢？就在此时，船政钱学堂第一届毕业生吴德章、罗真禄等人呈上了一摞图纸，这是学生们第一次在没有法国专家指导下自行设计的一艘炮舰蓝图。虽然动力只有50马力，用材也是仓库剩下的边角料，沈葆桢还是着实对眼前年轻人的勇气感到欣慰，但也有些吃不准，以至于一时都不便为这艘待造的军舰定个名字。他只是答应年轻人，完工之后果能驾驶灵捷，当载你船名。不到一年时间，这艘装配有船政学生自制往复式蒸汽机的小型炮舰成功建成下水。福建船政第一次由中国人主导设计并成功建造出近代军舰，心头一阵快意，沈葆桢提笔为新炮舰写下一个颇有深意的名字，逸新号。1875年5月，为时大半年的海防大筹议有了一项最重要的成果，朝廷首次提出在国家层面筹建南洋和北洋两大水师，并特命沈葆桢和李鸿章分别担任南洋和北洋大臣。沈葆桢此时却有些谢辞之意，巡阅台湾一年多来，他事必躬亲，身心疲惫，更重要的是自己一旦离开福州，一路艰辛走来的船政大业将会是何命运呢？朝廷看在眼里，亲命同为洋务重臣的北洋帮办丁日昌接任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心中的巨石这才落下，9月即往南京赴任。沈葆桢与李鸿章这两位1847年京城会试的同科进士，此刻再次为了大清的江山社稷携手同心。南洋和北洋水师同时筹建，最为棘手的是大清朝捉襟见肘的经费。1875年底，李鸿章收到南洋大臣、两江总督沈葆桢的来信，信中说当前国库紧张，朝廷每年拨给南北洋水师的经费分支则难免实力薄而成功缓，建议南洋水师经费可尽先让与护卫京师之地的北洋水师使用。沈葆桢此番建议无奈中也见胸襟，这让李鸿章感动不已。其实在此后的北洋海军创建过程中，让李鸿章更感为难的是另外一件事，经费可叫南洋海军优先支取，舰船添置也还好办，或买或造便是，然而能驾驶军舰并具备指挥能力的海军人才才是关键中的关键。1879年，从欧洲外购的军舰开始陆续接回，北洋水师成军步伐骤然加快，
如何才是务实可行的用人之道？这让李鸿章颇费思量。李鸿章未曾料到已经病体孱弱的沈葆桢再次来信，信中对未来北洋水师的用人方向提出建议。铁甲钢甲俊士，管驾必取诸出洋诸身，统领则仍以曾经百战忠勇之大将，小者取其才，大者资其望，自有才望并美者出也。将嫡系的沙场老将与船政学堂留欧海军毕业生兼而用之，沈葆桢的这一建议可谓在派系暗斗激烈、人事关系盘根错节的晚清年代，北洋水师用人安排上最为现实的策略。李鸿章就始终说了一句话嘛，后来李鸿章是受理办理那个北洋舰队，他就直接跟沈葆桢怎么说，在整个中国的官场上，这样的事情我只能请教于你。按照沈葆桢的用人建议，李鸿章一方面提任淮军宿将丁汝昌到北洋水师营担任督操，一方面将刚刚学成回国的船政学堂留学生大部招募北上，其中包括着意培养的船政首期刘英毕业生刘步禅和林泰森。刘林二人果然出手不凡，他们结合北洋海军的训练特点，很短时间便写成《西洋兵船炮台操法大略》，后来又为主编写了中国第一部正规海军法典《北洋海军章程》。除此之外，船政刘英毕业生罗丰禄、萨振兵等十二人，以及邓世昌等从福建水师抽调来的二十多位船政毕业将官，也被李鸿章委以要职，共同组成筹建北洋水师的中坚力量。1881年8月，天津大鼓，为北洋水师培养各类人才的北洋水师学堂鸣炮开学。另一位被李鸿章重用的船政优等生，从英国毕业后回福建船政学堂任教不到半年的严复，此刻以北洋水师学堂英文正教习的身份站在了讲台上。作为一位思路通达的教官，严复的教学常常紧盯世界变化，应对于毫厘之间。同为海归派的萨振兵，更多倾向于激励型的实战教学方法，他特别强调学生的体能素质，常常在操场上让学生比赛用铁锹挖住工事，观察谁的动作麻利。对于综合表现特别出色的学生，萨振兵还时常拿出一些私人物品作为奖赏，送完怀表之类的小玩意儿，就连自己屋里的藤椅也被搬去做了奖品。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几乎顺理成章地沿袭了福建船政学堂的教学模式。第二年，又有一部分福建船政学生转学来到北洋水师学堂，一时间校园里随处可闻福建口音，师生寝室里也不时飘散出福建家乡的茶叶芬芳。后来中国又出现了很多水师学堂，像天津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或者广东的黄埔水师学堂也好，
甚至于直到民国时期的海军学校也好，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到一个事情，它的所有的学制的安排、课程的设置，基本都是按照船政学堂一脉相承继承过来的。所以船政几乎这个模式奠定了后来的上百年的中国海军的教育模式。福建船政学堂它应该是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也是整个中国海军在北方、在南方各个区域组建新式的海军部队的形成他们最初骨干的那个大本营。1881年初，伦敦大英帝国国会里出现了一次史无前例的辩论。辩论的焦点是，究竟能否批准一支来自世界东方的外国军队登上英吉利的口岸？这支引起英国国会关注的外国军队，便是中国北洋水师的接舰部队。他们的任务是要将稍早向英国订购的两艘新式撞击巡洋舰“超勇”和“扬威号”驾驶回国。以往中国历次接舰都是花重金雇请洋人开船，这一次李鸿章决定派中国自己的海军官兵驾驶军舰回国。1880年十二月和次年二月，丁汝昌、林太增、刘步蟾、邓世昌等分为两批，率海军接舰人员辗转赴英。远航它实际表明了一种能力，表明了你的这个活动的这个范围，表明了你对这个可能发生的世界事物能否有能力取得发言权。所以呢纽卡斯尔接舰这个事儿本身不仅仅在于接回这两条舰，而在于它的这个象征的意义。英国国会的辩论表决结果表明英国欢迎中国海军的到来。在经历两个月的海上航行之后，264名中国海军官兵搭乘的海辰号商船于4月24日抵达英国纽卡斯尔港。在这之前，先期到达的丁汝昌已接受了英国女王的接见，并与英国海军部海军提督、军舰设计家等一一会谈。这是中英两国海军高级将领间第一次对等交流。这期间正逢火车发明者斯蒂文森百岁寿诞，丁汝昌、林太增等应邀出席生日宴会。据说席间一位英国记者友好地问及林太增的家乡，林太增告知自己来自福建，见对方不解，林太增解释道，就是出产英国皇室喜爱的正山小种红茶的那个省份。一时间迎来一片笑声和掌声。期间林太增一口流利纯正的英语发表致辞，语惊四座。第二天演讲全文被当地报纸完整登载。纽卡斯尔接舰之行让中国近代海军第一次出现在世界的目光中。今天的研究者将19世纪80年代最初的几年比作中国近代海军短暂的青春期，可谓恰如其分。当年轻的中国海军军官活跃在纽卡斯尔的英国水域，28岁的魏翰每天都会来到福州马尾的船政会试院，
埋首在一堆堆设计图纸中。会试院是中国最早出现的专业船舶设计机构，魏汉与其他留法归来的同学一道，撑起了船政会试院的这片天。对魏汉他们来说，眼下最重要的任务是建造中国第一艘快速铁鞋巡洋舰。他和吴德章等留法同学共同商议，依据手头的法国船图为蓝本进行改造，在中国首次设计建造2200吨级的撞击巡洋舰开济号，并于1883年1月顺利建成下水。这艘被称为中华所未曾有之巨舰，让各沿海省份的封疆大吏反响热烈，不到一年时间就续订了4艘同类巡洋舰。时隔5年，1888年1月29日，魏汉主持设计建造的铁甲战舰龙威号下水，作为中国人独立制造的第一艘全钢甲防护战舰，龙威号吸收了法国造舰最新技术并加以改进，各项技术参数在当时世界同类战舰中居中上水平，堪称近代中国自造军舰的巅峰之作。龙威号不久改名为平远号，划拨刚刚成立的北洋海军。在6年后的中日甲午海战中，他以出色的钢甲防护和作战性能重创日舰松岛号，成为北洋海军少有的几许安慰。从1876年下水的逸仙号到1888年下水的龙威号，船政钱学堂的毕业生们仅用短短13年的时间，便完成了自主建造木壳舰、铁鞋巡洋舰和铁甲舰的3级跳，从而一次次向世人证明了中国人的智慧和创造力。福州船政学堂呢，我们不能仅仅把它看成一个造船的一个工业学校或者一个海军学校，实际上它是在整个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这个多方面的人才的培养，而且呢是应该说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除了这个军事人才，当然北洋海军的这个主要的这些海军出了好多海军司令都是这个还有就是工业建设特别是造船和铁路那么造船的很多这个造船工程师，很多科学家从船政学堂培养出来。1888年12月17日，大清国北洋水师在山东威海卫正式成军，李鸿章淮系战将丁汝昌任水师提督，船政学堂首届毕业生刘步蟾任右翼总兵兼定远号管带，船政学堂首届毕业生林泰增任左翼总兵兼镇远号管带，水师所属各主力战舰管带也几乎全为福建船政学堂历届毕业生。对此，李鸿章曾由衷地感叹道：“福建船政学堂，实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开山之祖。”在中国海军有一个习惯，
叫做无敏不成军，就是传正学堂呢好像就是一个播种机，把一颗一颗的种子，这种海军的种子、技术的种子、近代化的种子散播到了中国海防线上的每一个地方。天风海涛，龙旗飞扬，这支拥有25艘舰船、4000余名官兵、堪称亚洲第一的舰队，曾给朝廷和国人带来怎样的期待与梦想？又有谁会能想到，北洋水师这支庞大的舰队，竟会在短短6年之后遭遇灭顶之灾？全军覆没，这场罕见战力后世史家各有评说。长达半年的甲午海战，11位舰长来自福建的船政学堂，海军将星与他们的军舰一道接连沉入海底，这样的海战战力怎能不成为寓意复杂的教材？